放他走，他不是共党。 这是干什么？灯塔，我们等你很久了。带走！你们凭什么抓人？你们抓错人了！是，为什么要抓人？凭什么抓人？凭什么抓人？凭什么抓人？为什么要抓人？凭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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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人
叫人撤了，撤！一个跟一个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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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金医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做礼拜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为什么要抓人？梁夫人，陆处长，我们在排查共党，冒昧了。怎么，怀疑我是共党？并不是针对你个人，而是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都可能是共党。那这么说，你也有这个可能。梁夫人真会说笑啊。好了，放他走。他不是共党。好，既然周师长担保了，放人。金医生，我送你回家吧。谢谢。请。金医生，你们学医的也会信上帝吗？啊，就当是一种精神寄托吧。这世道上，人的苦难太多了。周师长，有什么信仰吗？没有，我不相信神。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，为什么不出来拯救这个世道？能改变这一切的只有我们自己。与其把精神寄托给那些虚无缥缈的神灵，我宁愿凭我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深受苦难的人们。